我是一个羽毛球运动员，在我的领域里面，我实现了很多运动员这一辈子都梦寐以求的成绩。第一个拥有金满贯的运动员，我把这五颗星都纹在自己的左臂的这胳膊上面，希望能够很好的去享受这样的骄傲。但是我始终觉得，其实真的没有真正的赢家。如果你觉得现在很满，那就意味着你很快会被击败。林丹还有新的目标，我觉得至少在当下他应该不是最好的，因为他想成为更好。